园旁的大树不敌强风，应声倾倒，当场砸中这辆货车。而倒霉的是，就在前一天，这辆货车才遭到另外一棵大树击中，车主将车移到另一边停放，没想到还是遭殃。杜苏芮台风带来强风，基隆碧沙休闲公园接连两天发生路树倒下，压坏一旁车辆，而原本不起眼的小公园意外爆红。原来公园临近碧沙渔港，有大片的树荫遮阳，是许多机动车和货车休息的地方。是来这边休息啦，就是在那边休息。尽管停车方便，但接连两天发生路树倒下意外，仔细看倒下树根都已经腐烂掉，担心未来会发生类似情况，市议员许瑞慈建议政府要彻底检视公园大树安全。那瑞慈在这里呼吁相关单位呢，能够预防性的进行老树的一个盘点，那如果有生病的树木，可以进行预防性的移除，来避免再一次的危险发生。因为这个区域是属于港区范围内，那我们对于港区内有些公共意外的话，我们都有进行一些保险。那后续针对这个车子有损坏或必须修复的一些费用，我们到时候会请保险公司来进行，但我们都会定期去做检查。如果说那个树枝那个枝叶比较过于茂盛，我们都会进行疏枝啊。如果有生病的话，因为我们农管科这边有专门的，我们也会去进行一些的检查啊。如果真的是有倾倒疑虑的话，我们就尽快把它移除掉。好在公园有投保公共意外险，受损的车辆都可以获得理赔。记者黄绍明，基隆报道。